一下置身在歌曲意境当中，完美诠释了相爱的人因忙碌生活却失去彼此的痛。李荣浩和张惠妹推出最新合作单曲《对等关系》。放弃了再让自己忙碌不已。羡慕李荣浩也想和天后合唱吗？现在你有机会了，因为阿妹四月份的演唱会要甄选素人嘉宾。报名期限从即日起到2月28号，不限清唱、翻唱、钢琴、吉他还是 KTV 版本，对于投稿次数和长短也没有硬性要求，只要歌迷以原曲原 key 重新诠释五首指定歌曲，再加将影片上传至 YouTube， 就有机会梦想成真，与阿妹在台上合体，而合唱曲目也一一揭晓。我最深爱的人竟有和张雨生合唱的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》，还有与老萧的经典曲《一眼瞬间》，另外失恋神曲《不该演》名列其中。歌英文曲样样来，阿妹体贴让粉丝能在春节期间拍影片，最后每场将选出三位演出当天在小巨蛋舞台上决选胜出者，当晚将与阿妹同台正式演出，还会配备独立休息室和专属妆发人员，另外两位将会安排在 VIP 席观赏演唱会，这消息势必让粉丝在家过年疯狂练唱。 TVBS 新闻陈文宏、赵佩宇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